是有话要跟我说吗？对啊，毕业了，我可能要暂时先离开你咯。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去当兵啦。不要走，让我留在你身边。你不要兵变就好。我不会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吉他社带来的《让我留在你身边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介绍一下，我是丹丹。然后在我右边的吉他手是子杰，他就是一个连调音都很帅的人，帅。然后左边这个是鼓手秦玉。好，今天带来这首歌，你没有看过《摆渡人》吗？很夯的一部电影，对不对？那这首歌我不是让它变成一个情歌的方式，对，我觉得让我们能够珍惜你身边的这些人，他可以一直留在你身边的人，可以帮你很多，好不好？那带来这首歌让我留在你，让我留在你身边，我们是一段。有大大的梦，世界向前走，一定只有路口，没有尽头。我的内场再小一点点。他的鼓的内场有办法调吗？他听不到鼓声。你们喜欢这次的场布吗？你们知道其实这个气球它是 LED 的，它会亮，等一下如果想要把它拿回家的可以拿，但是先让它长布一下，不要动它。好，鼓手 OK 吗？还是要再大声一点点？好，这首歌歌词我背很久，所以如果你们会唱大声一点，帮我提词一下。带来这首《让我留在你身边》。从来不说话，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。我从来不挣扎，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，太多时间浪费，太多事要面对，太多已无所谓，太多纷扰是非，在你身边是谁？